每一次，为了成就一杯好咖啡，都必须专注每一个经典咖啡的制作细节。严选阿拉比卡咖啡原豆，首先是严苛筛选咖啡豆，因为纯正咖啡豆永远是一杯好咖啡的灵魂。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优质咖啡都选择阿拉比卡咖啡豆。阿拉比卡咖啡豆生长于南北回归线海拔2000米以上火山灰土壤肥沃的坡地上，严苛的气候环境造就了阿拉比卡咖啡豆香气特佳，味道均衡，酸醇甘苦比例适中的绝佳质量。唤醒全城市重烘焙，接下来想要品质出众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充分释放其内在的芳香成分，必须经过专业烘焙来实现。比如全城市重烘焙就是 Espresso 咖啡首选的烘焙方式，在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中，将咖啡豆内的芳香脂质赶到细胞孔的出口，使豆内的800余种芳香物质被完全唤醒，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多层次口感与香气。纯粹精确的90.5度，最终随着貌不惊人的咖啡生豆一步步重生蜕变，成就一杯好咖啡的最后关键接踵而至，研磨和萃取。咖啡研磨分为4个等级，粗、中、细和极细研磨。其中精致细研磨的咖啡粉颗粒如细沙般大小，在与之绝配的90.5度水温中，丝丝缕缕浑然尽融，纯粹出每一滴好咖啡的经典韵味儿。选一个悠闲的时刻，品一杯好咖啡。无论在城市的高楼，还是郊外的旷野，深爱咖啡的人，总能从品饮不尽的浓浓回味中，感受生活的自在和美好。邂逅一杯好咖啡，邂逅一段香醇时光。